哎，今日我都想好了，子燕做题，再把答案给我，我再给你，怎么样？大男人作弊，听着让人笑。不作弊你想怎么样？难不成烧了书院啊？不困了，一会儿别叫我起来啊。哎。先生，我是新来的谢小满。行了，先找一处空位坐下，开始考试。如英姐姐，小满妹妹果然来了。哎，你认识啊？我二伯家的姑娘，自小呀在乡下长大，不懂礼数，你莫见怪。多谢。开始考试。哎，瞧好了，小满妹妹，向者汴京开南十面店，川贩分茶，以备江南往来士夫为其不便北食故耳，当作何解呀？我不知。不可交头接耳。